网易云音乐，听见音乐的力量。大家好，我是翟潇文。我的数字专辑《撤》将在5月28日在网易云音乐正式上线，非常开心可以带着《撤》跟大家见面。这张专辑从去年夏天到了今年夏天，终于要发出来了。专辑中的每一首歌，其实台前幕后大家都付出了非常多的心血。希望大家可以来网易云音乐多多收听留言，我们不见不散。